母亲节当天，古天乐、陈法拉复影出席了《海盗王：终极之战》派对。现场由一线红星、名模及可爱的小朋友共同演绎了设计学院学生设计的以海盗王为主题的海盗派对服。咗啦！为咗表现出深海里面黄金宝石闪闪生辉嘅感觉咧，就特别用咗黑色同埋金色咧嚟做。火龙的鳞片，再用了发泡胶整了一个骷髅骨，大家在个群上面看到了。这个就是很希望利用它这个判心的，一只海盗船在头上面完全贴切了今天的主题。古天乐见到可爱的小朋友走秀时，不禁拿出相机为他们拍照，并表示会将这些生活照片放在私人的博客上，做日后出书之用。相当之贴切啦！好啦，处于大家演绎嘅咧，就系黄晓敏嘅作品嚟嘅。母亲节，古天乐要开工，但他也会抽时间陪妈妈吃饭，并送名牌手袋给妈妈。首次与古天乐共同出席活动的陈法拉跟对方合照时，显得有点不自然。不过法拉也希望日后可以跟对方合作拍戏，问他是否会担心因合作而跟古天乐传绯闻。法拉说不怕，绯闻又不是真的。因为我在后台的时候，我听到古天乐他这样说嘛，那其实都是真的，因为都有蛮多衣服在里面。那如果真的出海的话，可能会中暑。那但是整体来讲都是我觉得蛮有型的，就是如果是男生的话都蛮帅的。